哎，他这个更新动作好玩啊，可以召唤出一个猴子。现在我们五个人啊，算上我的猴子，一共是六个人，六打五，优势在我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来来来，看看我的猴子，你看，我操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我操，别。别让他跑了，来控住。嫦娥这个双 buff 我必须拿。哟西。哎，差一点。以我多年玩法师的经验啊，这个真机100%从这儿走。你还敢这么走？哎，闪现一巴掌，哟西。哎，哎，回来！别看我这点血啊，但我不用回家，找机会消耗。我被张飞给熏死了，看好操作啊，就演示一次。哟西，打完这个核桃蟹我就到四级了，有大招我就不怕猴子血了。你妈！我操，马可怎么来了？完了，他要撞我。这马可笑死我了。哎，你他妈，你小子喜欢嘲讽是吧？哎，啊，喜欢嘲讽啊，嘲讽啊，嘲讽谁不会啊？哎，喜欢嘲讽啊啊啊，喜欢嘲讽。